我是麦志邦，我是来自巴生啊，我的餐馆名字叫贵阳家乡小厨。自从加乐牌出了一个新产品金沙咸蛋粉，给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成本。这个金沙咸蛋粉啊，可以变化很多菜。金沙咸蛋花蟹，我是以奶油虾把它改过来的。花蟹跟牛尾，突然间牛尾我从来没有煮过牛肉，叫我怎样去做呢？到底要做什么菜肴比较好呢？所以我一直想了一两个礼拜了，所以我想到了这个，我这种调味料就是以我东菠萝的调味把它改成过来，再加一些其他的南姜啊、香茅啊来做那些配料。